我用实况方式把它录下来。那我也这样。大骨兵，你要练吗？哎，拉古比杰哥，你要练吗？今天没有特别想练，因为回来有点晚。那我就去吃饭了，因为我怕你要练了，那我去吃饭。你有想要跟我练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 second two 啊，我就是 second 啊，反正就是他有学生要来我就来，那没有学生就不练了。要看你自己，因为你工作回来也累，那就算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就是对，累就不要练了，没差，那就。因为单机我先不要练啊，就是反正我练就是一定双机的啦。比较好，爸爸，你刚刚你可以拉高，你可以拉高， okay. 你水平准你会比较吃亏。好吧，你去吃饭吧，谢谢。不客气，那还是那个你可以看一下昌来的实况啊，他们现在在练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觉得还蛮有价值的。我知道，我事后都会看啊。其实现在就可以看，你当下昌来在讲就可以看。实况的哦，网址好，好，现场可以看。那你觉得有问题？有他给网址。对，你现场就可以问昌来啊。这样子我觉得也 OK 啊，你就不用跟着上去飞，也大概知道他们在干嘛。那你现在闲着也是闲着，干脆看一看算了。其实我在看日剧，是就看啊，那就看，你在看什么？没关系，最近有什么新的？我都看老的。哎、欸，有什么老的不错的，有没有建议的？老的，你看哪一部啊？收了。为什么会 delay 啊？会 delay 会，实况会 delay。有时候30秒到1分钟不等吧，不一定。来，给你一个网址。好，我看一下。要看哪一部啊？有没有好看的？我之前看《海猿》，超好看的。很老哎、啊，那里面太多了。那你解那个病条，你可以开箱，然后加彩做。有。后来发现 A5 它开箱解病非常的有效率。觉得阿班的空速有点低，这是第三，准备进入第三，对吧？奇怪，没有看到我喜欢的那个主题的那种，对啊，多看到我眼都花了，不知道看哪一部。它里面有一个搜寻的功能，可以搜寻一下就好。重点，我没有特别去指定看哪一个，然后都是哎、欸，好像看到题材不错我才看。对啊，会是这样子啊，会是这样子啊，不然还是有烂剧啊。累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呢。最近那个 Hero 2不错啊，然后我在里面最近几年都是在看大河剧啊。哦，你看到了。一些小的剧， okay. 对。大澳。大澳。然后你喜欢宫崎葵就去看嘛，我不喜欢他。哦，那就算了。没有，我只是讲，因为我好像也听到那一部不错。大和剧都50几集啊，你要慢慢看。超长了。看看有什么特别题材。上次那个 ATC 那个也不错，三年公子那部不错。嗯，对，那个。有那个谁啊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什么、啊、？Miss Pilo 在之前在看那个。Miss Pilo 我还没看呢、欸，我后来看。有对啊，有一点。去年。对，去年的，有点时间了。哦，那我可以看。他说 Miss Pilo 蛮好看的，可是我一直没看，没空。就是去学飞嘛，是这样。对。因为虚拟皇那边有一些是那个。他们就是学飞回来的，一看我就蛮好笑，因为有一些真的是他们碰到的，蛮真实的啊，我知道。
欸，为什么有离线？他们？哦，没有，因为那个飞机打光了，分数扣光。重来就对了。对。不知道，我刚点进去看，就看到两个在爬升，然后阿班就失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买了一本书，很好玩，叫那个《专注的力量》。他只是帮助，就是他在分析那个为什么注意力你会分心，为什么？你吃饭，待会来飞 FS， 拜拜。拜拜拜拜，晚安晚安。啊，我还会回来，等下就回来了。阿爸，你可以在刚刚第一次发的时候，你可以在上面多待一会儿。OK。对，你可能太早翻正，多消耗额外能量。Mm-hmm. OK。就是准备进入第四。说了。我怎么在这边出现？什么嘞？我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被传走了。我在 C 十六。C 什么是都跳级了？啊，都跳级了。哦。你知道吗？他刚刚给我写什么？他说将返回战场。不，他说请返回战场，然后我就被传走了。嗯，真妙。七秒，我四秒。哎，对了，他现在给我重生在那个，在很远的地方，哎，那种 B 十七、B 十八。嗯，为什么在那里？真奇怪。啊，我看到你，我在你左后。距离你还算蛮远的。有看到我了吗？好久。应该在你左前方。在你左边。
在你左后。看到我吗？Thank you.
就这样。对，小鸡。OK， 越打越好。其实这个状况你已经走掉，所以是 OK 的。走掉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已经逃出战场，因为从刚刚算那个时间，其实你已经飞回机场了。了解。对。但是一直被摇六点啊！看来超邪恶，不会放过我们。哇！我先跳机，他就给我出现在边界。OK。我从 B 点出生看看好了。收到。知道吗？他一直给我在地图右上角出生欸，很夸张。好，我去找你啊。OK。那兰丽嘞？兰丽今天不来。他有事。家里有事，对啊，要等他， okay. 晚一点。等下来练秘籍编队吗？可以啊。好。各种撞到苍来。等下秘籍编队使用机种就是零战。在 Charlie 时期，现在从 B 点过来中，现在 Delta 十五，对吧？哇，牧师，哎，牧师。拉过头，拉过头。啊，拉过头。啊，回来了。OK。啊。又被摇六点啦。
漂亮。你打得不错，我这次再重选一点重生好了，我跳机。哦，走 B 点，我也走 B 点好了，还是要走 C 点？啊，都走 B 点。哦，我选 C 点，我选 C 点。OK， 走吧。什么鬼啦，这都不让我出声呢。对啊，那就 A 点吧。A 点哈，对 A 点，好。然后之后要出那个竞速模式哎。哦，我知道，下次来玩玩看。对啊，应该很嗨。竞速模式是该不会我该要去涂豆腐店的涂装了吧？对，没错。啊。家用，不行，跳进。对，会跳。进入第六、七、第七，这两是第七了吗？对，这现在我们现在进去是第七。OK。看能不能在往上拉的时候，垂直拉的时候，尽可能上去，越垂直越好。OK。对对对。Ready. Ready.所以就是这样子。拉的比我久一点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了解。看，有没有打？
都是有。没关系，再吵一下。没有，不是我吗？老九，喂，我开 smoke， 重复，我开烟哦。好。好、啊，跳机再来吧，直接打个地方。好。啊，难得咬到六点呢。刚刚上翻下翻一下，你就漏掉了。对啊。再来，比之前好多了，有没有？比之前好多了。
果速度太慢。开枪解释并开机炮，然后振作加那个摇杆。嗯，这个速度摇杆很低，没办法。啊，没了。哇，第九。可以了，能够把时间拖成这样够了。我渐渐有点手感，防御的手感有了，进攻的手感没有啊，好惨啊！没关系。对，应该这这个第十吧？对，这个第十，结束吧。好，
啊，准备来上班了。嗯，上班。上班。花莲啊，去那个官员飞一趟，然后再坐花莲。